安利让艾梅丽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参加大武斗会的警备，认为他现在首要的就是实战。艾梅丽目前还没有在现场打胜仗的经验，让他去德比麒麟还为时过早。在武斗会现场，想必不会接近入意料之外的恶魔吧？艾梅丽没有看出安利险恶用心，开心一定会好好完成工作。现在却跟着广播做恶斗路体操，他一边高举手臂做动作，一边害羞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几分钟后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冷不防的让我这副打扮上台跳舞，快给我个说法呀！ 马路很平静，虽然不明白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跳了体操呢。不愧是会长，情商就是高。库洛姆表示自己来解释，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希望艾梅丽能仔细听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高人气恶斗路库洛姆，真实身份是问题儿童般的眼镜娘，绝对要在年末的武斗会上大放异彩的我。和以前帮过忙的伊露米酱与新成员林地酱一起参赛了，但是因为受到敌人的妨碍，损失了一个成员而陷入大危机。正当失意之际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就是主艾梅丽会长，四人齐聚一堂，此时更该齐心协力，让我们一起闪闪发亮吧。艾梅丽彻底不淡定了，刚刚的小品是什么鬼？库洛姆解释是自我介绍，恶斗路都会的。总而言之，他们非常需要会长的帮助，拜托了你了。就是主艾梅丽犹豫自己是来当志愿者的，而且恶斗路的知识一点也不懂，大家让他放心，他们会帮忙搞定其他事情。但是最重要的是衣服好羞耻，利特无语和你相比，我们才更丢模呀。艾梅丽认为他们很适合这种打扮，但是自己 入监表示没问题的，艾梅丽这个样子非常可爱，被亲上人夸奖的艾梅丽脸红成了泡泡茶壶。拜托你了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，艾梅丽小姐。我希望在这个武斗会上取得胜利，在学习上落败没关系，在魔术上落败也无所谓。但是在和恶斗路有所牵连的事物上，我绝对不想输。这就是最强无敌可爱的恶斗路库洛姆的尊严。所以恳求你，艾梅丽打断了库洛姆发言，她想起来自己也从库洛姆的曲子中获得斗志的恩情，还没有偿还。既然有学生努力追逐着野心，那他就尽全力帮忙吧。谁让他是恶魔学校巴比鲁斯的学生会长呢？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这不料面积也太少了吧！武斗会第一场比赛，66米赛跑终于开始了。H热门选手是卡拉姆队的卡拉姆将，下家队的特林朵将也是黑马。小老弟们场下为艾梅丽加油助威，把其他人打个落花流水。旁边的娇小恶斗路很羡慕艾梅丽的高挑身材，光是站着就已经超引人注目了。卡拉姆认为恶斗路就是要引人注目才有价值，小个子认为娱乐性很重要。简单说就是要可爱，跑的时候也要注意姿势，特别是新人。 只要做到那点就足够了，反正只是奔跑不用拼尽全力，甚至打算中途来一个假摔，从不放水。艾梅丽懵逼，毕竟是竞赛，真的好吗？他们认为全力奔跑会露出奇怪的表情，即使跑得快，对观众来说也没有冲击力。拼尽全力然后输掉也很羞耻呢。但是对艾梅丽来说，恶魔全力以赴的身姿一点也不羞耻。随着预备开始响起，艾梅丽瞬间起步，下一秒直接出现在终点，完全碾压，彻底压倒性的胜利。当其他选手连跑都跑不动的时候， 突然出现这样另类的选手，所有人都聚焦在这位全力以赴的恶斗路身上。艾梅丽也学着其他人一样，试着可爱的握着拳头来跑，感觉有点可爱过头了呢。